哎，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技巧，这个技巧刚开始看你会觉得很奇怪，确实刚开始练的时候也是很奇怪，只是练久了你就会觉得啊，它就是这个样子，它其实也没有那么怪。那这个技巧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我们手指头边弹的时候，如果我们遇到了打板，现在大部分的吉他手的做法就是打板的同时用刷奏的方式去刷，可是用刷奏的方式去弹的话，就会遇到一个状况，就是你没有办法那么精准的控制哪一条弦有声音或是没声音，一定会需要左手的帮忙去把不要的音给消掉。那这时候如果左手没空的话，那你就会很难做到这一点。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是，用刷奏的方式去弹之后，它的声音听起来就会比较爆。可是如果你今天不想要你的声音呈现那么爆炸性的声响的时候，你想要希望它轻柔一点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做不太到。对，所以这个时候衍生出来很直接的答案就是我们直接用抓的。可是问题就会是用抓的这个抓的方向跟打板的这个方向看起来好像就会很奇怪，然后做起来刚开始确实有点奇怪，对，那其实没什么好讲的，就是就做。所以你只要稍微逼一下你自己，在弹奏的时候同时去做打板的这个动作，真的就是要逼一下自己啊，因为刚开始确实会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但是做久习惯你就不会再觉得它奇怪了，所以你只是要稍微逼一下你自己。它刚开始比较麻烦的部分就是它会有很多手指头的排列组合，你就都可以分别去练过，所以我会建议刚开始或许可以先用一根手指头或者是全部，你就可以看你自己比较习惯哪一个。像比如说我先示范全部的好了，你就是要在弹奏这里的时候，然后同时这边做一个打板，然后记得不要让它是分开的，你要逼你自己同时的发出这个声音，要稍微逼一下自己， OK 吗？所以可以先摆好姿势，准备好你的心态，然后准备好一下下去，尽量那一下成功，然后不要在那边一直吐一直吐一直吐，就是那个没有帮助。所以准备好你的心态，然后一次下去，让它尽量一次就可以有一次就可以出来，慢慢的做。对，那如果你是比较习惯一根手指头的话，你就可以先决定你要哪一根手指头，然后做一样的事情。Sorry， 这样。然后当然每一根手指头都可以练过。那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挑两根手指头，比如说这两根，或者是这两根，或者是这两根之类的，你就可以挑，其实就是排列组合，然后尽量去让你的不同的手指头都可以做到这样子的动作。动作慢慢习惯了以后，你就可以慢慢的加入一些你弹吉他遇到的指法下去做，比如说 T21321 或者是 T23T23 之类的，在不停止你的弹奏的状态下，在第二拍、第四拍，甚至是其他的拍子去做打板的动作。所以比如说 T12131321，然后我把它弹在八分音符里面的话 ，T12131321，然后我们在第二拍、第四拍，所以一 and 二，好，所以我会在弹奏终止的时候会做一个打板的动作，然后一就是 T12111 and 2 and 3 and 4，第四拍又会是终止 ，OK 吗？所以你就可以练习终止的同时打板跟拨奏的技巧，所以一。2 and 3 and 4 and， 比如说 T 1 2 3，或是 T 3 T 3 1 2，就 anyway， 就你可以排各种指法，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了，就去排吧。我先稍微讲一下为什么我会练到这个技巧。这个技巧是当初我在练 Mike Dawes 他最红的一个改编作品，叫做 Somebody That I Used To Know 这首歌曲。我在弹这首歌的时候发现，这首歌明明不难啊，但是为什么整首歌我就是弹不起来？因为这个技巧，因为只要 一碰到这个技巧，他只要一做这个动作我就去了就不用弹啦、啊、因为我就做不了啊。对啊，然后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放弃练这一首歌，因为这一首歌这个技巧我就完全就不会了，所以我必须就是要先挪出时间来练这个技巧。然后说实话，我当时没有那么勤奋的练这个技巧，所以我就一直没有去碰这一首歌。但是有趣的事情是，我后来在改编一些作品，当我改编到了《心情》这一首歌的时候，大家可以去听听看我改编的《心情》，我就发现这首歌曲我会想要做大量这样子的动作，它里面的旋律其实也不算少，然后伴奏其实也满满的，同时我又想要做一些
打板的节奏 在里面，我就发现会一直遇到第二拍第四拍会需要打板的东西，但是又同时需要弹奏好多东西，然后这个东西是这首歌一直让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轻柔状态，一个舒舒服服轻轻柔柔的一个状态，我不太希望我用刷奏的方式去摧毁这个状态，所以我就会发现说很自然的我这边必须就是要用抓的，那就回到刚才最初的原点，就是我这边一定会遇到很多同时要抓跟打板的状态，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很安分的练习这个技巧。然后你就会发现，如果各位想要尝试我的改编作品《心情》这首歌曲的话，你没有学这首歌，你不用弹，因为这首歌满满的都是这个技巧。对，所以就是或许大家可以练练看。然后另外一个地方我也有遇到的事情是，我在改编一样也是周杰伦《彩虹》这首歌曲，这首歌我觉得很美，然后到他后面有一段稍微算是比较跳痛的，就是他有一段算桥段吧，算 bridge， 他比较像是在说唱的部分，这个部分一样我想要保持他的节奏的话，他就一样会需要遇到这个部分，所以他会长这样子。我直接短啊小，你看，就是它会有很多，就是你要同时弹奏很多东西，但是你又想要去做那个咔咔那个打板的话，你就会遇到这个东西啊。而且你会发现，就这一段我编的就是我很单纯的旋律的单音，一直 on， 一直 roll， 一直 roll， 但是我不想要停下来那个状态，然后很单独的去控制我的 bass 的弹奏，然后还有那个打板的那个东西。所以像心情的话，我弹慢一点，它会像这个样子。唯一刷的地方，刚刚最后唯一，但其他都是。